这回这么办得了，怎么办啊？既然是咱们三个人一起合说一段呢，我看你们二位今天帮我一回，怎么着？哦，帮的你一回。帮的干什么呀？我来吧。干脆你们俩揍我一顿多好。我看也好、啊、也可以。什么也好，大伙儿一块参与。您快搁这儿，让你们俩人帮着我说一回。说一回什么呀？哎，咱来一个好的题目啊。您说，咱仨人合作、说这么一回叫128条腿。太好了，好不好？不，来来，怎么叫128条腿呢？您不明白。不明白，给你解释解释。您讲一讲。比如说啊、从我这儿开始说。您说、我先说出一座山来啊，这座山就得带着4条腿。您快打这个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你怎么了？不要再说一下。行行吧，您这动画片看多了，不爱看动画片。山哪长着腿去？就是，咱仨搁这说相声，一会儿都别说了，别说了，让让这盘山过来了。那事咔咔咔。行了，您别比划了。山能腿吗？你们二位误会了，没有那事情。不是说这座山带着腿，那怎么着？这座山得有个名字哦，这山名当中要带着四条腿，就这名字里边有腿。哎，您、举个例子来说，比如说吧，您说、有这么一座山叫二郎山，二郎山有吧？有，这我们知道啊。你看这狼就有四条腿啊，二郎山，二郎山。我还知道有首歌吗？是咱们唱？二呀嘛二郎山，高呀嘛高万丈，哎、高呀嘛高万丈，二呀嘛二郎山，高呀嘛高万丈，二呀嘛二郎山。高也不高完整，不要唱这个，你打住吧。张嗨，您唱的跟人家都不是一个调儿。就说这二郎山，这狼有四条腿，有腿有腿，这就四条腿。哎，那我们算一算，这是说这么一座山，带着四条腿，我们算一算啊。然后还得说呀，嗯，说这个山上有座什么庙，嗯。又是四条腿，四条腿，你们俩人在这数着，我们得数着点了。说来说去，数来数去，嗯，哎，就够128条腿了。好，那咱试试，你们数着啊，算一回。好好好，说有一座什么山，四条腿，哎，山上有座什么庙，四条腿，对了，庙里边供着什么神，四条腿，好，庙外头有棵什么树，四条腿，树上的落着什么鸟，四条腿。鸟嘴里叼着什么果子？4条腿。下山走的什么桥？4条腿。走的什么路？4条腿。上哪儿去？4条腿。上谁家里去？4条腿。让进去给的什么座？4条腿。给的什么茶喝？4条腿。什么茶盅？4条腿。什么盖碗？4条腿。给的什么点心吃？4条腿。给人家说的什么书？4条腿。说乐了给的什么钱？4条腿。这钱上可得带窟窿眼儿。4条腿。不带窟窿眼儿咱可不算。4条腿。哎，咱就说到这儿。4条腿。下面呢我这就开始了。4条腿。规则已经介绍完了。4条腿。咱准备就开始了。4条腿。没完了。4条腿。起哄啊，是怎么着？4条腿。嘿，4条腿。你们俩人4条腿。对对，你们俩人可不是4条腿。说完了就结束，到哪儿算一站？好好，到给什么钱这儿？到钱，钱得带窟窿眼儿，没问题。说到这儿就算完了。好，来来来，明白了吧？行行行，哎，那咱们谁先说呢？从我这儿开始，您出主意，您先说。我头说。好嘞，您出主意，您先说。我头说。好嘞，您来问吧。行，您问。有座什么山？说呀，嗯，有一座青龙山。你打住！哎，龙四条腿。您快别说了啊，您。这龙哪有腿去？对，对不对？龙没腿，人都说五爪金龙，五爪金龙，哪听说过五腿金龙去？对，哦，这龙是五爪金龙。对，对呀、啊，这爪在哪儿长着？腿上吗？这不就完了吗？你真是，青龙山，我的青龙山，哎，山上有座什么庙呢？龙王庙啊，龙王庙有没有？有，哎，庙里有个什么神呢？龙王爷，嚯！正庙正神，那当然了。好好，龙王爷。庙门口有棵什么树呢？有棵槐树。哎，没龙，就是没龙。槐树没龙，我这是龙爪槐。龙爪槐什么样啊？你看，行了，你哎哎，哎呀，
您太纠结了，对吧？冷静，冷静。您这是龙爪踹，您这是。就是说，槐树龙爪槐，龙爪槐有没有？有龙，有龙。哎，龙爪槐。这个树上有个什么鸟呢？龙鹞子。有龙，有龙，有龙吧？有龙，四条腿。鸟嘴里叼着什么果子呢？叼着是龙眼。龙眼果，龙眼果，这个龙眼吃多了可爱上火。嗯，对，你管不着。我觉得荔枝也不错。不，废话，龙眼，龙眼就是荔枝，别来这套啊！你学过生物吗？学水产的，你连植物都不知道。咱俩也不谁外行，知道吗？叼的是龙眼果，龙眼果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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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了，这荔枝没有龙啊？谁说荔枝？没说荔枝。下山走的什么桥呢？青龙桥。哎。这我知道，这有没有？对对对对对。哎、那么南口青龙桥在那个地方，康庄子怀来县。对了，沙城保安夏浩元啊，新庄子宣化，沙岭子宁远张家口，柴沟西湾天镇杨造县聚乐。别说背地理图啊，就说青龙桥这地名有没有？证明您这真有。那有不就得了吗？有有有有有。说这么些那干嘛？走的什么路呢？二龙路。二龙路，哎，那儿有个医院，您经常去，对对，对不对？要到哪儿去呢？到这个龙先生家里去。哦，有这姓，真有这姓，姓龙啊？姓氏，有有有。龙先生家里，让进去给的什么座呢？给的是绣龙墩。嚯、哦，给的什么点心吃？给的是龙凤饼。给的什么茶喝呢？给的是龙井茶，好茶叶。有龙没有？西湖龙井，就是。什么茶盅，什么盖碗？团龙茶盅，团龙的盖碗，真好看。哎，有龙。给人说的什么书呢？说这部书叫《回龙传》。回龙观，回龙，回龙观干什么？南口回龙观。回龙传，王环买赋，哦，知道吗？哦，哎，回龙传，我知道，知知，他有这部书，有有有有。哎，说乐了，给的什么钱呢？给了一串乾隆钱，乾隆钱，铜钱啊？有窟窿眼吗？铜钱有没有窟窿眼啊？有吗？有有有有有，外圆内方、哦，肯定有窟窿眼。放怎么样？好，说的真好。说到这儿，算我说完了，说上来了，结束了，将及格。这，我这还将及格。对，你也别说大话。你瞧我这个，我说完了，听你的。咱排着队走啊。听我问你啊，您问那个，说有一座什么山？首阳山。首阳山，阳有腿没有？对，阳是四条腿。对对对，这对。伯夷叔齐是两辈古人，饿死首阳山。在那就饿死了。哎，这山有哦，您后边可不能离开羊啊！您放心，都得带着四条腿。您随便问，山上有座什么庙？杨继业的庙。哦，杨继业的庙。哎，庙里供着什么神呢？大刀杨令公。哦，这还真不错。正庙正神，正庙正神。对对对对对。庙外头有棵什么树？大印杨。有羊，那大印羊。行了行了，您别比划，我就这好。我跟你说，行了，您打住。您这是螃蟹，你知道吗？人家说您别老跟人掺和，您别比划啊。搅和。树上落着什么鸟？户不拉。我不行，您呢？怎么了？户不拉没羊。我这是从澳大利亚飞来的羊户不拉。他这倒省事，他这个。那当然了。哦，羊户不拉，羊户不拉，羊户不拉，嘴里叼着什么果子？香瓜。这更不行了，怎么香瓜也没羊啊？我这是羊鸡就蜜的香瓜，他倒能对付，你看多新鲜啊。哦，下了山之后过的什么桥？杨辉桥。对了，他这倒好找，太简陋了，哪儿都有杨辉桥。走的什么路？杨辉路。我就多余问他上哪儿去的。西四羊肉胡同。哦，羊肉胡同，羊肉胡同，这我都到过。那当然了。上谁家了去？上谁家？杨德刚。这杨德刚是谁呀、啊？我也不认识、哦、反正有这么一位、哎、有。我也不叫杨麒麟，你说这儿干嘛呀？进去之后让的什么座？沙发。沙发没羊。没羊。我这是羊椅子。他倒会起小名，多新鲜。给的什么茶喝？我这是羊普茶。啊，羊普茶。有有有有有。什么茶盅，什么盖碗？羊瓷茶盅，羊瓷盖碗。嘿，不错。给的什么点心吃？面包。面包没有羊，我这是羊点心，我就知道这句子。人抢话，你猜就说了。给人家说的什么书？杨家将啊，这说好，那当然了。说乐了，给的什么钱？洋钱，洋钱。对，对不起，不行，怎么不成？洋钱没有眼儿，那没关系。怎么着？怎么我现凿啊？您受累，把这银子渣给我，给得了，得了，凿给你就好了。这真事儿吗？这俩人？怎么了？那才一样，还寻银子渣来了？您那说的才算及格呢。我61，你什么61？
60.5，那比你高啊，勉强的厉害。我这勉强。那咱不玩这个，不说这个了，咱换一个别的。哦，您有新题目，行不行？那听你的，我出一个好主意。你说咱说点什么？咱呀，来这么一回叫小孩语，这我们可没听过。哦，怎么来啊？从百家姓里头。哦。啊，它一句是四个姓，那当然跳出这么一句，选择最后一个姓。嗯，好比说是头一句赵钱孙李，选这个李，那还选什么呀？由这李上选择一位古人。哦，找出一位姓李的古人。对，由这古人名字的最后一个字，嗯，再引出这么一首歌谣。还得有歌谣。哎，儿童时唱的这个歌谣。你可说清楚了、啊、没错。哦，那行，这歌谣都念完之后怎么样？还得做一些个小孩一点的动作。小孩一点的动作，看着我啊。啊，都歌谣念完了。是小孩的动作。怎么个动作？叉叉叉叉叉叉，就来这个动作。就来这个，这就算完了。就完了。哎，这有点意思。可以吗？可以可以。那我就复习这动作呢。这动作不用复习，一听就会。行行行，好不好？好好。哎，你这说完了是吧？等，别着急啊！咱既然玩这个游戏，咱得是小孩。那当然。起一个小孩一点的名字，还得起名字。那当然，一叫高峰，不是小孩，是这模样。岁数太大啊！行，对吧？起名字怎么起法？从栾云平栾哥那边先来。你。我叫圆圆，圆圆，圆圆满满啊！圆圆好，好好好，我叫满满，满满，我圆圆满满，省得我圆圆满满。哎，那叫我也来个叠词，是，我叫爸爸。哎，不行，咱们多可恨这孩子，叠词，那不叠词也不行，不行，您换一个。我呀，我叫贝贝，行不行？贝贝，贝贝，这听着耳熟。啊，行，福娃老大呀。哎，你就贝贝吧，我叫贝贝，贝贝哈。啊，行，得界定一个年龄，年龄啊。怎么你这玩意儿这么麻烦呢？那当然了，这玩意儿有个一年龄，小孩的年龄。哦，多大？行不行？你说你多大？你多大？我是三岁。三岁。三岁。我满满。满满四岁。四岁。行，他你三岁，你四岁。贝贝呢？我57。哎，去我呀，这是贝贝。啊，这贝贝他爷爷。像话吗？问他爷爷了吗？那我您这贝贝5岁。行，我5岁。3岁、4岁、5岁。太好了，可以吗？可以可以。从你这开始，我先说啊，圆圆吗？嗯，赵钱孙李。哎，您接李字找辈古人，找一古人谁？李淳风。有这位吗？有。是啊，这是拉洋片的祖师爷。哎，很好，对吗？李淳风，李淳风。哦。后边您说那歌谣是风来了雨来了老太太背着鼓来了叉叉叉叉叉叉，他说完了，听我的了，听您的。我是周吴郑王，王接这个王字说，您选一个，说一位古人叫王彦章。王彦章这位有没有？有。不是善茬，是水贼王彦章。哎，甭管是怎么个人，嗯，起码有这么一位。那对对对，王彦章。行行行，接这个章字我说一歌谣啊。太好了。张大哥李大嫂下南洼摘豆角，谁见过六月春皮袄，叉叉叉叉叉叉。有点意思，你也说上来了。哎，那该我了，最后听你的。该我这个贝贝。我是冯陈楚卫。卫，接这卫字找这么一位古人，他叫谁？魏征。魏征，魏丞相。哎，来他接着征字说歌谣。蒸包子捏饺子，你们是我的好小子，我是你们的好老子，叉叉叉叉叉叉，别叉叉了。